拍活动，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高人气来做公益募款，帮助八八风灾的灾民。70位网络美少女一字排开大阵仗，摄影玩家们人手一台相机，快门声响个不停。草地上、楼梯上和阳台上，满满的都是照相机。早已习惯镜头的网络正妹们，连续5连拍，只是小 case。妹妹直接穿着小短裙蹲在地上，差一点曝光，让人不禁替她捏了一把冷汗。男粉丝们拍个不停，就是为了见偶像一面。那个什么白白啊，那些、对，在网络上蛮有名的。对，之前有拍过她吗？她其实展场活动都会出现的、网络超人气正妹白白是这一次外拍活动的发起人，身高168公分，是个网拍 model， 也是个节目助理主持人。超人气的还有她，号称甩肉35公斤变成大正妹的可兰，除了是个模特儿，还是个作家。担心外拍会遇到怪叔叔，正妹们都有一套防范措施。他会瞄准在你的上半身啦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穿的是比较性感的服装，或者是直接盯着你的脚趾头拍，蹲下来拍都有啊、对，你会劝告他吗？我可能给他拍个几张，然后就说哦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休息了。看看这满满的人潮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，网络正妹的封号果然名不虚传。中立新闻余若薇、徐少平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而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。